小慧，请走。我就问你一句，你有资格当妈妈吗？除了大学，我什么都不会。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求你了，让小慧安安生生的长大吧。蛋糕是妈妈送来的，妈妈现在在哪儿啊？记住了啊，强大的人比你更怕输。小辉，有句话我怕再也没有机会跟你说。妈妈爱你。我哪怕还有一口力气，我也要拼尽全力，让我的孩子知道，他的妈妈从来没有放弃过他。